嗨，大家，现在出来嘞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东西，因为呢，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呢，都是已经很多年前，就是很多年没有来了。自从 MCO 我就不来了。几年前 ？MCO 现在 MCO 都有两年了咯，所以我们至少都有两年多没有来这个地方了。我觉得跟玛丽姐差不多时间了。因为 MCO 之前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走的，然后 MCO 过后就没有得走了咯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的地方2019年来的，到现在我们就没来过，现在是我们第二次来。这个地方呢就是 Setia City Mall 的那个狗的展览，他们一年都会做一次。好像不是只有狗啊，它还有猫啊、鸟啊、草泥马、鸡、火鸡、青蛙。你那个是动物园啊？真的，我们真的那个时候看到是有了，但是不懂现在有没有啦，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多废话，我们直接去看啦。可以吃线吗？我肚子很饿。吃线才不去，很远呢。你要吃线，你要过去那边再回来。像我们看线，我们又要驾车去那边，还是直接过去那边？应该是驾车去那边哦。可是刚才都不能进去 parking， 我也不懂要等下讲进，所以等下再看啦。哇，我们竟然在这里遇到灰贤的狗，哈哈，回来了，你现在是要回啊？要回啊，很累哦。但是现在可以摸了耶，但是这些好凶啊，这些都是他的 baby， 全部都这么大的 baby。拜拜拜拜，拜拜。好多好多人哦。真的是太多了，这边好像没有带宝宝来，本来我们想要的，但是如果我有这一辆车的话，前面这辆车的话我一定带他来。我们来看，对，好像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很凶的狗。哦，你看喇叭这么大的，下面看人家喇叭可以吗？应该没有人敢靠近耶。这边都有很多狗，但是没有人敢靠近。这边还有一只大的，跟刚才那个一样的，好大，他们的头很大很帅。很大只的那个拜拜很可爱哦。哇，它好美啊。哇，他们好活泼。这么小只呢。我想要养这个啊，要养这个没个没蛇吧，下面这个吧，下面这个我拍不到东西哦，看不到它，这边它在那边看不到它，它穿衣服的。带大狗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要阻止它跟别的大狗在一起，因为怕打架，刚才就有发生了一点点这种意外。它这么小，不怕别人踩扁吗？哇，我看它的舌头在吐，你敢抱吗？要有点时间适应。你问它能不能摸啊？不要了，它的颜色不是我的，我想要的。你摸看到了吗？我觉得是可以摸的嘞。可以。白色的咯。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，我想去动啊。好好好，不要回家了，就不要回家了。哇，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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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这个睡觉直接这样睡。Hello。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哇，它指甲好尖哦！哇，不会不会。上面这是刺猬，刺猬，看它们走到很艰难哦。哦，好长好长，我要放它脖子了。你不是要放脖子吗？
点点。我们来摸看它的触感。哦，一粒一粒，一粒一粒，哦，尖尖的，粗粗的。哦，它会咬我吗？啊，其实。啊，慢慢的。这是什么？冬季冬季还是小马冬季？这应该是驴吧？冬季啊。冬季哦，有。不要再讲它冷叫。笑。摆一下地。可以摸啊。哦，好短毛哦。有最长的就是这个。拍到了，他现在又遇到一个跟巴布很像的狗啊，那他眼睛比较浅色那种亮亮的，可是他不要理你啊，不要理我没有办法，小龙虾也有，很精彩的理啊，可以我们主办单位海豹老师还会不会大便？它真的好大只哦，它是那种大虎哎，头也大的，哇，它的眼睛好凶哦。羊驼，我们讲羊驼，哦，就是草泥马。这马的手的毛好像剃一半不剃一半呢。嗯，这个羊一直跟着它，跟屁羊，应该很怕吧？哦，羊这种大大的，好帅，好帅。来动，只要有一个人向前去动，就有一大堆人会来动啊，因为他样子就是很凶啊，人家会不敢靠近。可是其实他们已经是被训得很乖了。我们这里有个小狗在这边，这边有个大只的，哇，他也去找他，哇，够温顺啊，大只的完全不动哎。哦哦，挤满人了，看不到他，他太帅了啊。他颜色又这样，他没有给他戴金链，就很帅。他去闻那个小只的，呜、哦！他主人不怕哦。带我们去摸。摸两下就行。怎么还要给他小弟？小的都这么怕。你看看，你看，他挤了一下下去。嗯，看到吗？就是这一只，他们家在飞这一只。哇，好帅啊！真的好帅啊！好帅、啊！哇，全部还在外面呢。是哦，那边。我想去问他们，他们都带他们的狗去哪里？交流，没有啦，可黑色的很帅哦。黑色的，没有啦，可能只是刚好这一次机会出来罢了。哈哈，趁还没有多人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快点来吃，不然的话，那等下就要很多人了。哇，我们的肉来了。你看，今天我也很饿，中秋两碗饭，我一碗饭，平常我都不会加饭的。帮他一下，帮他一下。哦、原来还要这样 ，Thank you 。好啦，我们开吃啦！哇，原来这里的变化这么多，那时候来的时候都没有后面这一边，然后现在全部开了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以前 parking 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就不能放了，全部都变成店面了。看这一个面包还有眼睛，奥利奥，然后我就不会看了。学会日文。吸管去哪？干哪？中枪叫了这个 cheese chocolate， 我没有想过它会叫 cheese chocolate。
我们这样久没有来这个 Sudesti Mall， 真的是没有想到它原来变这样多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一次装修到很不错啦，就它把它弄到更大，更多店面啊，然后就很多人会来，所以它这次的装修其实很值得，不会亏。有很多没有看过的，吃的店，因为之前很多店都是那种比较贵的东西，然后吃的就是有，但是不会太多。但是现在呢，就真的是很多很多，几乎楼下每一个都是吃的。我以前我记得我叫它什么饭版 Times Square 是吗？是没。因为没有人，以前真的没有人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不管是早上、下午还是晚上，都是没有人的。比较安静哦。比较安静，现在好像巴沙马兰这样。比较多人，像三位。啊，像三位。嗯，因为它真的是太多店了现在。然后我们还买了贵贵的蛋挞，不是蛋挞 ，cheese 塔，有 cheese 塔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一个榴莲。之前干点多人啊，现在两个店员在打蚊子啊，他出的量都是少少，不会出多。因为之前其实只出 cheese 的跟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没有这样多样了，现在比较多样。有印象。嗯，然后以前刚出嘛，但是很多人吃哦，现在就还好。他以前出的时候，整个很像 banana 出那个周边这样，有人每一直在排队啊。哎，我不懂能不能讲。嗯。我们今天出门遇到贵人。我们刚才不是遇到慧贤，所以他把这一个 ticket 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不用再买。我也不知道这 ticket 是要买还是什么，不知道。他是讲什么可以不用排队，然后他这一个票也是要买的，然后就给我们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哦。因为之前我们也是直接进去，没有要买票。哦，可能现在换了呗。谢谢贵人。谢谢慧贤。反正其实我们只是要进去就是看看吧，我们也没有东西买，因为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不敢买。我看到了隔壁，我们刚才隔壁那辆拉拉 move 的车，他好像抱一只猫回来嘞。我印象下去还是没有带猫了。嗯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样的地方买猫。哎，好晒嘞，而且还是大只的，没办法买小只的。比较意外的收获就是哦，因为我之前我也跟他讲过我要养蛇之类的，其实我做很多科普，就是马来西亚的爬虫行真的是不盛行啊，就是根本没有那个流行的感觉，就是狗跟猫、博美然后贵宾这样没有了，就是狗跟猫吧，爬虫真的是太少。然后我问那个人，他讲他在没有出来，真的是想刷吧，这样一出来就这样刷吧。原来人家改这么多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锵锵锵锵。OK， 我们回了过后呢，就是把这三个蛋挞弄烧啊，因为。不要这样，太废话了，太废话了，你自己讲。现在我来要记录，我第一次吃这一个 cheese 塔，好开头的 cheese 塔。可以了，不要再解释回来了，很惨。给我弄烧，然后我就来吃。我认真的，我认真的，我知道我讲话很废，但是我认真的。你这个节目效果很好，你知道吗？OK， 我会跟你比的嘛。榴莲好嘞，还是巧克力好嘞？巧克力啊。有啦，有留一点啦，没有留很多啦。complain， 这不是 complain， 这是 feedback。 不对吗？对呀、啊、为什么你还要怀疑自己？因为每次你一笑我就很怀疑我自己。我不会讲你怪的。捞清水，捞清瘦。为什么会怀疑成这样？哇，你看我点一下榴莲蛋挞，但是它榴莲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有榴莲的味道，也不是很重，所以我有点怀疑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去排队。你看，还有怀疑是不是？我们来到 NSK 买饼干，你看这里卖的都是大大包，那连瓜子的这么大包，看到都爽呢。中强去哪里了？东墙嘞，我们就是来买这一个饼干的。拉拉的饼干，它其实叫咖喱饼，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叫哈拉拉的饼干。拉拉的饼干很好吃，我记得这一个饼干也很好吃。你要买吗？要买吗？你要吃吗？嗯。
我不要买那个饼干，我要买后面那个鱿鱼。他这里的鱿鱼都是卖一大包了，上面那个没有，上面那个你看。可是这个味道一样，大发。他就写大发，很大包哦，这样子39.8。啥子哟？那我看这种鱿鱼，还看那一种鱿鱼。这一种。好吃的不行。这一种。可是我好奇，怎么这是黑色，那是红色的，味道有什么差别？找到了，这个黑色是 Blackpepper， 就是 Origin 的。没事，我们不吃了。买那个，你看他买了两个，你一定要吃完。啊，我一定。我看到那饼干了。他发现到这一个瓦莲娜的很好吃，因为那时候是买这个是啊，哎，不是买另外一种啊，这种，买这一种，然后它里面有送，然后他就吃到了，就讲好吃，很好吃，什么都好吃啊，什么都好吃。可是这个很口渴哎，这个还吸干你的口水，那个盐分，盐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最后买了这么多鱿鱼两包，然后这个阿波罗两包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个。然后我们刚刚去问他能不能刷卡，因为怕等下我们买这么多，我们没有现金给他。好彩是可以刷卡，好彩，还没有给钱的时候，妈咪讲这个不要了，因为他讲哦，没有以前这么好吃是吧？他讲以前是甜的，现在好像是咸的还是酸的。OK， 放回去没有买，因为我也不吃。给钱了，老板。由于现在已经是要4点了，然后我们又要去坐车，然后我们一餐都还没有吃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炸香蕉。中枪排了很久。Yes， 因为有很多人排哦，他们是进车等的。哦、oh.。因为我是第一次买嘛，我怕忘记我的。其实他们很有规律，他们全部写在一个布子，一个一个来，他不会理你。靠近他，我要这个，我要多少钱，没有了，他写在布置顺序下来的，他可能是看我等太久了，他 free 我一个，因为五个2块钱，我买6块钱，我看这样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一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哦，我的，我们来到了买大部分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买这一个的11个，然后我们就是要这个神车吧，但是他。如果买两个的话，一个是这个深色，一个是上面那个浅色的话呢，就130多块。可是呢，它没有的，就是买两个这个颜色也有那个便宜的价钱，就是比较值得一点的价钱。所以最后我们就只能选择买这一个，一个就好，这个一个的就是1.2块。你们是没有想到哦，它是不能现在拿的，它要等到拜五，它就是一个。预定的东西，然后他先 order 了我们的那个 order， 然后我们拜五才能来拿。我们去烘焙店买了两个这个杯，可以做焦糖布丁，然后我们就要回家。没有力了。刚刚我们从 DIY 买这个回来，然后发现原来它破掉了，所以现在总裁要去跟他们讲，看能不能换一个。我最怕就是他觉得是我弄坏，然后要去换。嗯，先去 try 啊。我们才刚刚拿过来再扯吧。现在总裁已经换了一个坏的回来呀，所以两个都没有问题。刚刚有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年轻人，你买这个来煮面了？我讲没有，泡水喝。哦，他讲哦，他看我拿这么多，然后我讲哦，因为有裂痕嘛，我就来换喽。他就拿了一个，他就问还有 store 吗？因为他看那个是完全没有纸袋的，就这样放着。他问那个还有 store 吗？然后那个人讲没有，他也是要买，然后他放着他不要买哦，因为那个开锅他不要。嗯，你要拿这个来煮面，我觉得可以泡面啊。我拿来泡水就了，泡一大杯米咯。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不是为了他来的，是为了这一个来的，因为上网就看到这里有卖这种油过滤的嘛，也可以收那个油。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拿来喝水算了。这样你为了找那个油的过滤是来干嘛？我没有讲要找过滤。你有要啊，我才帮你找的。我是讲我要拿来找一个放油了吧。你有要哪？你看你没有。你讲话这么小声就知道我没有讲过这个事情。不过也是可以啦，因为它旁边有这个嘛。对哦，有脚，你放油过滤一下，油就不会肮脏，你超大。新的寿司款式一大一小，刀工不均匀，饭团太小，我随便边拿一个寿司来对比啦，都是比这个饭团还要大。